天宇，天宇，啊，你没事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那要不然，我外面的门我可以解释，我先帮你把浴室的门关好。杨凡说话。 小宝陪着我照顾了你一晚上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你先起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我在卫生间洗澡，我洗澡，然后我。 哦，对了，那我这衣服也是你穿的？嗯。啊？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？你觉得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再回想？你再说一遍。 性感啊！哎，小宝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给你过成生日。这样，我呢答应你一个生日条件作为补偿，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，我都会满足你，好不好？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 我要你当我，你要我当你妈咪？不是，小宝，这个东西它不能乱开玩笑的。 走啊，秦医生。走吧，秦医生，送你去上班。听说今天你只有一个病人，就是小宝。那我其他的病人呢？你的那些病人，黄主任替你负责。不是，小宝说他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连我都保密上。小宝，这么神秘啊？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喽。 小宝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叫榆树，这个叫石楠。
小宝呢？贺小燕，小宝，小宝呢？我不是把他交给你了吗？我回车里给他拿外套了。赶紧找啊，快！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小宝。没记错，应该是在这儿。车呢？不用想了，肯定是温故那小子搞的鬼。我实在没想到小宝竟然把我的备用钥匙给偷走。可能我们俩要在这儿过夜了。过一晚。好好吃啊。真有那么好吃？我要亲自品尝一下。小宝，有点不要吐在里面。你还真是个笨蛋。我是儿童医生，我对孩子是有责任的，而且小宝他这么信任我，我却把他弄丢了，我也很愧疚。那既然是这样，要不要考虑做小宝的妈咪呢？这是小孩子闹着玩的，而且小宝有自己的亲生母亲。白天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